谁不打谁死你，但我知道了，我争取输在五分之内。现在是这么想。我们还可以看热闹。15，这是20局，15以上。 这边录像呢，但是呢，进入第二局呢，可能就不能算金哥的，因为我们是以分算金哥的。就来一局啊，少来。<笑>我们是用分算。<笑>哎，贝贝，你的拍子是哪个拍子来着？ 这个是你拍的，我不上，我不上。又算了吧，这是。